啥咪啊？啊！哦，你较大声嘞啦，听无啦？啊？啥咪歌？我来送上，我吹陶梦啦！啊，关卡，喂、啊，你唱艺人哟、啊啊？啊，我即马听话哟。啊啊，翻舌翻舌啊，我袂记。哦，较大声吼，哦翻舌翻舌，诶、欸，咱录音吼，再搁讲来去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来，观众朋友有即个经验无？ 你某伫内底，你辛苦了，点么咧吹头毛？哦，爱点么咧讲话讲，啊，老公啦啦啦啦啦！哦、喔，你实在是完全听无啊！吼吼吼吼！你讲一句尔，听无啦？有无？有这个经验无？啊，啊是你咧讲电话边啊，人么吼吼你讲，哎、欸，我咧讲电话，拜托你先准掉一个。人生吼，上惊差，你无一定爱住康大水嘅厝啦。你讲，我兜厝足水。 外口的少年啊，点人嗯嗯嗯嗯嗯，飙、嗯嗯、车，你敢挡会掉？你嘛挡袂掉。啊，恁兜虽然讲无外口偌舒适装潢啊，无安怎，但是恁兜正安静，安尼就好多、哦。尤其吼、哦，个一个年纪了吼，就惊吵。人若过三十几岁了吼，愈、哦、来愈惊差。所以年轻有当啊，对啊，追求一个讲安静。哦，所以是安怎，人啦，食劳动工，你要去静养。 用着用，他就叫你静用，就是爱安静。人吼就惊吵，啊！你讲环境吵迄个无要紧。啊，环境吵咱就来做一款隔音的工程嘛，吼、哦，隔音窗，哦，啊、哦，我即门吼用较好诶门，外口的吵，我拢听袂到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外面诶吵，这个无要紧，上惊倒位吵，内底咧吵。若你某咧吵，你敢懂个调？所以圣经讲吼。 甘愿来住厝顶，吼、哦，甘愿来住喺厝顶，喺度细一间房间叫做阁楼啦。咱甘愿住即落足下厝，吼、哦，毋通教即落吼足爱念诶富人人住大间厝。曾经讲吼，查某人若爱念吼，亲像啥物？亲像恁兜厝顶底流水，吼、哦，啊滴滴滴滴流袂停诶啦，吼、哦，一直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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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、哦，念甲成有咩烦事啊？你知无？ 所以毋通甲抱怨嘅人，甲爱念嘅人，这也不办，那也不办。内底，你们讲你早早顿是食啥？讲我食早，蛋啦，食啥？我食早，药啦，我食火药啦，哦哦，火药汉堡啦，你是要安怎？我、哦、真正你未要法度。人啦心情歹吼，就一直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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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破罐。但是一个人一直骂，一直念，环境敢会改变？未改变。讲我讲一个亲切嘅故事。 有一个人有一讲去机场，阿要叫接灵车，迄、那个接灵车司机停落来了后呢，就讲话讲，先生，来我给你看行李，自从后岛来个拍开。”然后呢，一张卡片給，给以讲来这是我的电话。哦，我的服务就是用相对亲切的方式，用相对舒适的方式，哦，和我只系人客，亦当用相少的钱。 上紧的速度的，会当去伊要去诶所在。哦，阿着佮关心你，讲，请坐啊，还安装倒啊，吼、哦。来，你要倒位，吼、哦，要啉一个咖啡无？哦、啊，伊讲，诶、欸，毋免，我无咧啉咖啡。哦，无咖啡哦，啊，苦会使无？我遮有哦。伊讲，哦，苦啦，哦，好啊。我得啉。哦，后来，咱即马要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即问吼，即、哦、马我有几个路线，你敢有习惯讲行倒一条路线？ 伊就甲讲安怎安怎安怎，过来问讲啊，你有要看报纸无？我车顶吼，有几份报纸。啊，你知影外国人最爱看体育诶吼，我有体育报纸，吼啊有即落杂志，吼，啊有足者即个互和、啊、你一样算，哦、啊、什么汽车杂志、体育诶，啊是你看一般诶报纸，啊是你看经济投资诶，我拢有。即、這个人去着足好奇诶讲诶。啊你你诶服务拢一直拢遮尔好吗？啊，伊讲。 啊，咱、啊、这吼、哦，载人客咱就尽量和人客熟悉嘛。伊讲吼，我以前吼、哦，我讲一般的排班诶，即个计程车司机共款拢在骂啦。咱就歹命诶，人诶坐办公室诶吼、哦，敲一个电话尔，股票要倒一支，咱几个人就拢，钱拢有啊，所有拢有啊，免想咱啊，直接拍日。 热到要死去，透早出来咧走车，啊，等下又堵车，有通啊走几工哦，人客载也无几个。伊讲以前哦，我咧排班诶时我也跟因同款。若阮即号计程车司机吼，你若要叫阮讲吼，对新华山不满哦，吼，太侪咧，囊中不满。所以若人客上车嘛是惊讲对政治不满，对总统不满，哦，对什么不满？对什么？对教育不满？对警察不满？对治安不满？对经济不满？ 哦，对，即马福利不发，对什么什么，啥物啥物，伊讲，阮这桂林下属记你着，阮是特天只有赛车咧，阮无想上班族偷去交代康国有你做，因此敢那中到食饭念一个尔，啊无下班登去念某音听，念念某音某听，阮唔是咧，阮特工赛车吼，吹英雄即句你听有无？吼、哦，特天赛车啊，赛车是用脚脚用手啊，吹无代志啊。 度伫遐些是念念念念念，啊什物款人气来咱拢同解念，啊人气大心情歹吼，咱嘛是第啊解念，冇、哦，你啊解只会讲，大家一起抱怨，啊即、這个所在安怎安怎安怎吼迄个歹空气吼，歹心情，互相传染啦。伊讲一直讲两年前，两年前阵吼，我看一本册，一本册讲吼，卖哥念啊，停止抱怨。 你问你的人生几十年一直安尼落去吗？哦，停止抱怨，想办法改变。你若袂当改变环境，你会改变你的态度。你会想办法做同款的工作，要安怎有趣味？即、這个司机讲，从迄阵开始我，我著决心好啊，停到遮为止。 我使吉尼车已经足辛苦啊！我闲阿塞，搁闲阿念，人客也听我念，阿那无得我听人客咧念，人生够唔足可怜啊。人生有必要活个足可怜吗？讲我变改变，所以讲对准开始，我了决心，我要来提升我服务、哦。如果今日我若再总统咧，我用再总统的心情、心不是心是？我都唔是吉尼车司机啊！我若再总统的是。 是唔是？我是做一个足尊贵诶工作，哦，即、这个叫做以客为准，以客为准，人客咱甲看个足尊贵，好，安尼我诶心态，我要来改变，哦，所以我即卖咧塞车嘅时阵，我就想讲后壁坐吼，拢达官贵人，我好，甲因服务。啊，总统坐我诶车，当然问讲你要看报纸无？要啉茶无？要烧诶？要啉诶？我车顶拢全好啊，哦，啊你有固定习惯要行倒一条路线无？ 啊，你要用电话无？哦，伊讲服务较足好势，即、這个人去问讲，问一个较现实嘞吼。啊，钱有趁较济无？吼、哦，差济咧。伊讲两年前自我改变了，头一年我诶收入增加一倍，第二年开始吼，讲我即摆收入吼，甲两年前比吼，大概我即摆收入是以前诶四倍。 啊！我平平咧招车咧，生意也较好。伊讲吼，因为我那咧车吼，上惊啥物空车啦。吼，你若讲我去较队、去较队、去较队吼，我事先拢安排好。吼，尤其咧走机场即类物件，咱毋通空走。咱走到机场，下一班个人去载倒登来，啊，人去载倒来去载倒去安尼。我咧走机场的路线吼，是啊，卖讲我人去去甲遐个扛车倒登来，所以即拢事先拢安排好势。伊讲所以吼。 我即马因为吼，人客呐坐一两摆都拢掉掉啊。所以我即马吼，真少伫路边咧载人客。今仔日给你好问，今日拄啊我车顶无人客，看到你咧，我甲你载。伊讲影若无平常时啊，我差不多人客拢甜啦。迄种过了感情吼，人拢会更加约好啊。所以我即马吼，无咧走空车，车呐出去拢有人客。所以我即马收入是以前嘅四倍，我拢免等。 人去一两礼拜之前，就开始甲加不勤，拢先甲加约。因为也知影我生理真好，想要坐快车，骹手要紧。哦，我今麦是一个足有尊严，诶一个的程车司机啊、哦，所以我即满咧做工作诶心态完全拢无共款，所以人生足美好诶，人生足快乐诶，有啥物工作诶，钱可以当像我，不要偷鸡嘛，我赛车看风景。 啊，有当到去西家载小姐，看美女；，啊，有想去载到载到一寡董事长，载到企业家，咱来甲伊讲话吼、哦，吸收一寡知识。我开家程车吼，都、哦就是一个学校，挂念的学校，有恋爱的驾校，无论载到什么人去，迄拢是我的老师。哦，所以我即马开家程车，我感觉开家程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。即个人讲，互你讲一个，我想要洗头了，我来开家程车，你知啊？ 即个工作呾、啊，何里讲到遮尔好安尼啦？何里讲到遮尔趣味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个问题嘛。所以当你的太多呾好个时阵，哇！你就感觉讲人生实在是太美好咯。哦，无比即个更加快乐个代志啊。所以你看，连接个原本哦，是最容易去破关个，最容易卸卸了个工作。当一个人太多改变。 人是安先爱低调，低调，低调，汝知无？因为咱就你讲，我已经足委屈了，我无法度改变即个委屈。至少我念两句也无过分吧，无超过吧。人生就是安尼，所以汝就想我，我念两句也念了我心情会较好。但是专家甲汝讲毋是，咱你半个人就是我先想安尼，我想法愈来愈歹，我讲话就愈来愈愈无水准。但是呢？ 咱人要改变，你先对你的嘴甲凸起来，你知道？嘴凸起来吼，自然啊。你呐，你兜有最多最你就知，你呐，嘴甲凸起来吼，迄水走未出来，只有走倒入面嘛。伊讲共款意思啊。你呐，嘴凸起来，卖可念啊，无汤怜啊，算了。后尾啊，你诶念头，咪改。就是讲啊，嘛，无啥物好抱怨啦、啊，无啥好念啦、啊。你甲想看唛？你诶朋友敲电话？ 一个敲的电话特别讲，阮安安怎，阮某安怎，我即马安怎安怎，即种电话你想要接无？即、这个人都是足爱念的，你看到伊电话你惊死，我你讲。所以咱一个人来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哦，你无朋友啦、啊。你毋通像你讲念，是我权利啊，伊对我无公平啊，我就念啊，我就甲投诉啊，我就安怎安怎。其实最后痛苦是咩人？是你家己。 观念爱改，对咱的嘴开始，麦过念嘛，哦，对嘴读起来，将这个麦过念嘛的念头对嘴读开了，慢慢慢慢改变你的脑，让你的脑讲好啦了了，麦过念嘛，麦过念，对啦。要困起来等下了。 欢迎登来聊三昧直播，今日甲大家谈个主题讲，圣经讲凡事吼唔通埋怨，唔通去争论，唔通冤家，因为你愈冤家吼，你嘅分歧愈大；啊，你愈冤家吼，话愈讲唔清楚；啊，你愈冤家吼，两个人嘅意见愈白，合，完全无法度沟通。所以圣经讲嘅真白哦，凡事吼唔通争论啦、啊。 你讲你的立场，伊讲伊的立场，会当沟通，会当交换意见，但是毋通争论，争论就是讲我一定是对，你一定是毋对，因为吼、哦，人诶头脑边安尼想，你敢未会法度？你未会法度啊？所以伊硬要安尼想，你就互伊安尼想著好啊嘛。啊，你讲未使伊改，啊有在条，你就讲甲伊改变啊。你唔当用你诶大声、大声、大声伊著改啊。吼、哦，应会改，早著改啊。有时阵时间还未够。 伊想无，你讲哪会想无？因为你想有啊，你想有，你就就你讲，人哪会想无？足些代志你嘛想无啊？足些数学个题目，人老师咧讲即个无啥，人咧讲物理、化学，讲即个物件，人听话人一日都听，你拢听无？为什物？你无一个程度嘛？所以是毋是每一件代志你拢想有？无一定，有诶物件毋是你个专业，你都会想无。啊，所以你想有诶物件，人无一定想有啊。 是毋是？你袂当讲啊！我想有，你那会想无。你袂当讲安尼啊！啊，无当话数学足好，人讲啊，我会晓我会晓写题目，你那袂晓写。你你是毋是感觉足无公平？凭什么你会晓，我倒爱会晓？啊，讲过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凭什么你想有，别人倒爱想有。所以你要了解，世间有诶代志，吼、哦，咱想有，人想无啦。时间那袂够，伊逐课吼，有一个所在失调咧。 拍夹去啊！啊，你干嘛都甲偷？你手也寸未入去啊！你无法度放好伊去。哦，迄塔夹吼生咧人喺暗棍顶头，你毋通凊彩共慢，你无法度改变一个人嘅思想。时间、上帝毋是你，毋通用眼啦。所以圣经讲毋通争论啦。哦，当然咱边有当个冤家有争事，但是你会记你即个原则。 你安尼改吼，伊个气性得避免啊！吼，到水啊吼，你用火山特要爆炸吼，无效啦，效果是真有限啊！所以圣经讲讲，毋通一直念吼，咱、哦、人吼都两个反应，一个反应叫你弯架，甲你弯，甲你弯，甲你冤，要叫你改，叫你啊认同我。啊，当你无法度诶时阵吼，就开始时时念，时时念，就开始抱怨咱人吼拄着困难，即两个反应。 一个都是一，一直咧抱怨，一直咧念，啊，啊，一个都是吼，甲人吵，曾经讲，两项拢毋通，啊，凡事毋通家己，我都解决，啊，著一直，你一直念，一直骂。第二，毋通甲人冤家，所以咱简单讲啦，一个人先爱，一点，念，一直甲人笑吗？著、就是能力无够，咱家己能力无够。 能力无够只好一直抱怨。有当安尼讲，毋是呢？迄个别人真正对我无公平，伊若会当安尼对待我？迄就是你家己个想法无够宽。别人要那会当安尼对待你？迄就是你徛伫你诶角度啊！你就讲我是虾物人，我无甲你安怎，你袂当安尼对待我？迄是你安尼想诶。你诶想法若改变，讲啊，伊若会安尼对待我？哦，可能伊家己吼。 想，代志想卡卡无清楚，可能伊误会我，有足济种可能嘅嘛？你何必介想起？无得的啦，真正无得的啦。对着一个固执嘅人，对着一个小人，对着一个听多拜嘅人，对着一个歹心肝嘅人，对着一个幼稚嘅人，你有啥话通讲？算了。所以当您呐，介得咧念，伊抱怨抱怨，代表你伊一般见识嘛。 公家派生的代表，你也听都解差不多啦。只要你能拿足能力解决问题，你怎么需要抱怨？所以也给你。当你拿一百，自己在念，自己在念，说你也自己在讲，我怎么来冲杀？我感觉差，我感觉很慢。我除了安尼以外，我无其他嘅解决方式吗？我拢无不能逼吗？我无 B 方案、解决方案、替代方案吗？ 我一定爱家己，我们死去，家己无出口，阿在阿生闷气。难道我人生我能力都安尼样吗？你自我调整啦。而你人嘅能力若无够顺，就甲人缓解。你著是硬要叫别人教你嘅意思，你著是硬要坚持你才是到，可能你是到，但是对方无认同啊。 啊，对方无认同你，只有用大声、用像物件、用个派声、你用较拍叫爱认同你，迄代表啥物？代表咱结路？代表咱能力差啦。这项答毋是足明显。甚么款诶人，那一直咧念；甚么款诶人，那家己甲家己咧生气；甚么款诶人，那活甲接无快乐；甚么款诶人，无能力诶人嘛。所以问题是别人吗？ 亲爱朋友，永远是咱家己。问题永远是咱家己，问题永远都唔是别人。问题毋是恁爸恁母啊，恁囝恁娘恁某，恁再亲戚五十。问题嘛唔是执政党反对党，问题嘛唔是这日八年新正义，问题拢毋是外口。最大嘅问题，咱家己，是咱找未到一个方法去解决，所以咱即卖咧生气。 这代有一句话讲了有够水亏，叫做“见小灯生气啦，自己无路用啦，自己无法度啦，只有甲人冤家啦，只有甲人大说声啦，只有自己一个人个观念就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啦。一个有才调、有能力个人，唔免做即种代志啊。所以所有朋友，唔盲说平日怎样，当圣经安尼讲个时候，你也想清楚。圣经啦，讲某一句话，一定有伊个道理。 因为上帝话逐句都拢真有能力,力，上帝话逐句拢讲道理，上帝话逐句拢真有力。你若相信即点，认真读上帝话，你照你去做，改变咱家己，你嘅人生著会有大改变。因为我知影讲，咱过去吼，安到咱有种习惯吼，因为咱过去皇帝的惯，然后威权的时态，我点点你去讲，把你抬头，咱都毋敢讲。 咱毋敢讲，但是问题无解决啊，所以只有无人诶时阵，一直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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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当事人毋敢讲，找一啲無關係人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即种生活方式太悲哀咧，毋通顧家己虐待家己啊，哦，改变咱诶态度，提升咱诶能力，人生才会快乐。后一集继续收看。 即、啊、好脾气吼、哦，是天生诶，还是因为环境诶磨练才变成安尼。这个足派回答，你知无？嗯、为有样华人天生脾气好，嗯，有样人天生个性急，嗯，不过吼、哦，那叫圣经啦，哎<嘿>，那叫咱今日讲个即圣经哦。无论你是毋是先天哦，嗯，咱拢爱来磨练，啊，因为哦，你若甲人咧争论吼，那如果若你若赢， 啊，别人都不快乐，啊，你若输，家己不快乐，所以圣经讲，还输吼，卖冤家，卖争论啦，迄拢无好处安尼啦。阿南伯啊，这都毋是我嘅重点，我嘅重点是讲、哦、奇怪吼，啊，我乃想要知影讲吼，我嘅脾气会好噶呢。阿母、啊，嗯，啊，你毋是定定甲阿叔阿弟绝交？哎、欸，迄是伊嘅问题啊，哦、对不？我也未讲冤家啊，亲、哦、像伊。 安尼搞冤家，伊大细声，嗯、我只是甲伊绝交尔，我也无甲伊冤啊。哦，好脾气就是拢甲人绝交，拢无甲人冤家。对啊，<樣>你看，你敢捌看见我讲大细声？哦、我甲人冤家，我从来毋捌出过声，拢别人伫大细声。安尼、啊、哦，嘿，我只是甲伊绝交尔，啊,哦、啊，我只是去甲厝边隔壁讲，讲伊足歹脾气。<哈>你看，我也无安怎啊？要无，<人>我拢袂生气。 你拢袂想起，敢若世界公里个委屈？我自细汉我就有即个优点。哈、啊？那同学啦，吼、喔，甲我冤家，吼、哦，我嘛袂解生气。伊拢直直骂，直直骂，啊，我就从伊个簿仔吼，甲伊个联络簿甲摕来，拢甲你啊裂破。哈？诶啊，考试卷嘛拢甲你啊裂破。啊！裂、啊啊、后吼、啊，我才阁提灯用伊，啊，我去甲老师讲，讲讲是伊甲我裂裂破。啊？伊才生气个啊！啊，结果，哦，伊足生气，伊大细声，歹势，我嘛拢无安怎。 我嘛未生气，哦，专门拢让别人生气，的人讲自己拢未生气哦。啊，这脾气哦，好可怜，我自己哦拢感觉讲无法多忍受啦。啊、因为吼、哦，但是我伫啊高速公路，我驶二十。哎、欸，这、欸、高速公路至少驶六十，你哪讲驶二十？啊，哪我法、啊、我、啊啊啊、人都无驾照，嗯嘛，啊个不要驶。啊 晒开办嘛是应该，啊啊、哎呦，我难免拢有人甲我包，嗯、我就是未生气，我嘛未解大细声。你未生气，但是别人会生气啊！哎呦，原来我才发觉讲怪脾气，原来是这尼啊好。哦，所以。 我后来发觉一项代志，就是只要有我伫的所在，<是>所有的人都会起笑甲发脾气，拢<蛤>会大细声，只有我一个人拢袂发脾气。嗯、所以这叫做伊脾气好，今嘛代志是我要起笑啊，笑啊。<笑>